One, two. 谢谢玄君。我要试音了，现在我准备要试音。边。哇，我也。鬼遮镜头。鬼遮镜头。现在到底有没有人啊？有人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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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看到字吗？对啊，现在还没看到字。有人话，因为有字，跟我们讲一下。画面如果顺的话，跟我们说一下。有了，妈妈，有人进来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大家有没有看到真真现在头上的这个新发夹？可爱吧？这个是我在日本买的，送给他的。对啊，太感人了吧！根本不是送给我，是我跟你要。你看他多不要脸！因为我觉得眼球很适合我啊。对啊，你今天声音怎么怪怪的？你今天发什么事？我今天应该是肠胃型感冒。肠胃型感冒。我现在整个人在发烧，然后胃好痛，然后又上吐下泻的、哎。所以等等我。你存的什么心啊？你要传染给大家？因为我有听医生说，医生都说传染给别人就会好了，所以我打算等等要传染给医生。那对，医生说。你不要，你离我远一点。传染过去了。病菌人。看直播的粉丝也传染给你们了。对，老师。大家好，郭老师。大家好。对，待会我们要播的是废弃的医院。然后，可是我真的忘记上次到底录了什么了。你怎么这样子啊？你是不是烧坏脑袋了？我脑袋一烧坏，我现在整个人很累的感觉。你好累哦。啊、而且我刚刚又录两集鬼相声。哦，所以你今天这个是第三场了。对啊，一直打嗝。什么东西滴到我口水？好脏哦，脏死了，都是病菌。对，我是细菌人，大家叫我细菌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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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细菌。好久没看到医生了，觉得好想念医生。对啊，上礼拜不是才看到？很缅怀。哎呀，手掉了。你才没。缅怀医生。哎，我们这一次医院是郭老师跟我们。对，是郭老师，郭老师。郭老师，但是谢老师待会会在这个 VCR 里面帮我们看一下。他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异状？对，这次很恐怖耶，这次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超级恐怖的哦，对，恐怖在这，恐怖在这。哎，我在笑什么？我上次看的到底是什么医院吗？有汤哥，哇，汤哥今天哇，是不是点点的西装哎？哇塞，帅，有没有？哦，有，来转过来，点点西装，对，重，太痛了，太痛。康哥最近有在练健身，所以他最近的那个出拳的那个力道蛮大的，我感觉到。从他以前，从来以前比较使出全力啊，不要。然后我们待会要录的是淘宝爸好兄弟的棚内串带，我们今天会这个把上次去废弃医院的串带，然后现场看一下。然后，我看一下。好，差不多了。好，谢谢。我准备要录影。五。你搬了没？